打过 K1， 打过 Glory， 也在 Kunlun 决打过，但是 Kunlun 决的战绩并不太好，但是被美丽死神给 KO 了，跟西西塞也打过，对，他的哥哥是这个体重变化很大啊，对，10公斤呢，对，我们看看他弟弟这个表现怎么样啊，他，费尔南多的动作启动很快啊，对。 哦，我看到他的边角的大麦克，还是有这种天赋啊！我觉得，对，费尔南多啊，本身是12岁就开始跟着哥哥练，但是中间有2-3年的时间跑到美国去唱歌，然后做模特，所以文体不分家嘛。对，而且从去年开始，他征战是 MMA 的擂台。 哎，这个技术不错啊！接过对方一个扫踢之后是击腹，对，这个很少见啊，这种反击的动作。对。确实，这两个人这个身材确实都可以做模特啊。对。哦，漂亮！哎呦，哦，一个击中太阳穴。这个两人之前是互中都有啊。对。然后在第二次动作的时候，费尔南多是又补了一下，补得很及时。对。 这个应该是还没有那么特别重啊，恢复的还比较快。对，上头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摔倒。对方在转身的时候。对。哦，应该是。这是一个全家扭到脚了吗？4、7、8。要注意啊，很巴亮，如果再有一次的话就结束了。哦，漂亮！前手直接。 当中将会遇见冯经理，哦，这高扫你看，哦，渗透力很好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接腿击腹，对，哇，第一拳已经打中了，对，其实前手已经打得很实后手，是2下击中下巴之后，对，钻进去打，对，这一下应该是有扭到脚的，对，这是啊，对，哦，这个费尔南多这个拳接得很贼啊，是，啊，这是应该是最后一次那个前手很干脆，前手很干脆啊，对，第一次，这是第一次的读秒，对，打完两拳之后往后撤一点，然后再一拳，对。 你看，往后撤一点哦。And a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, 1 by TKO, Mike Jim, Groenhart, Fernando.